蓝大人传授席地而坐的窍门。没事，你姿态可以变。对，来拿把伞吧，来。好嘞。然后站起来的时候就看见了，你看亮了，没有，因为我前两天摔了好几次踩裙子，真踩裙子，真踩裙子。有点那意思了啊。现在让我们来验收一下成果吧。哎，这就行了。